来介绍第三段，来介绍玉里文件站，玉里天主堂哦，鸠占鹊巢的文件站，它是哪里来的？它就是资深教友哈、哦，资深教友哦，利用关系哦，里那个内神通外鬼，里应外合哈、哦。这个督导是黄雅各修女哦，还有把守的还有那个陈正坤还是陈坤正。哦，基金会执行长刘义峰神父，基金会执行长，哦，还有会长江根根，哦，还有，哦江大根还是江什么根忘记了，江大根吧，哦，还有黄经理之前的黄经理黄秀芬，哦，还有什么叶淑芬，哦，主入学老师，哦，他们很多亲戚在办公室都有在里面位居要职哈，这天主堂。很多好像听说哦，都是家族宗亲在里面盘根错节哈。好，那刚刚要讲的，现在讲的是那个厕所哦，厕所来看一下。刚刚有照他们那边的厕所，他们都自己打扫他们办公室门口的。这里老人家不打扫，现在这几天他完全不扫地啊、哦，这几天他完全不扫地哈、哦。看一下，这是公厕哦。阿公阿嬷三四十个人要来这边，你看那个门就断在那里了，已经快一个月了。神父很忙，执行长没有帮忙，哦，不是，主要是那个文件站，哦，文件站，你又是资深教友，神父给你这么多方便，你居然都不处理，这都没有打扫，你看这尿渍，这边都没有那个清洗说明书什么的，登记清洁人员都没有，你现在注意看哦。通通都没有，周围都没有哈、哦。他们还利用常常利用志工来强迫他们打扫，他们自己不扫，哦，非常无耻哈、哦！拿了政府的钱。好、哦，看这个门断在这里哈、哦，这门就是断在这里，请那个主教看一下哈、哦，花莲跟台北总区的主教看一下哈、哦，那个神父多可怜，哦。这个这边这个垃圾桶，但这边的尿渍，他今天这几天都完全没有洗哦。有时候是那个所谓的志工，这是清洁文件站有四个人编制，这么小的地方你都不要扫。哦，那个阿公阿嬷很多是身心障碍，你看这个都脏脏的都没有扫，垃圾桶是满的。哦，他都没有扫。那边都没有记录本啊，通通没有，完全都不符合规定哈、哦。所以我说神父很可怜，非常可怜。那这边地上湿滑，他也没有跟教会反映是不是可以增建那个透明的那个采光棚，然后可以防止那个雨水打进来，老人家滑倒都没有哈、哦。这就是玉里那个玉里文件站不打扫的公厕哈、哦。他甩都不要甩，很拽，他们非常拽，检举卫生局，检举环保局，检举消防局，检举社会局，哦，这个阿金、阿兰还有其他两三位工作人员就把神父推出来，哦，那个规避责任，他就把神父推出来哈、哦，文件站本来就违规违法设置哈、哦，违规违法设置。这个是非常繁忙的堂区哈，非常稠那个狭小的堂区。这个文件站应该设在二手回收厂的总部、办公室总部、基金会总部，那里非常大。他要在这边拦截，有大量拦截物资哈。我常常看到他们把冷冻食品、高级食品，人家寄送给神父的，就直接拉到文件站那个仓库。哦，甚至。主厨连到三楼，哦对，还有一个就是三楼变成仓库了哈、哦，那个是通铺，给游客、给香客、给教友睡觉的地方，给游，全部变成神父的仓库，哦，神父敢怒不敢言哈、哦，因为后面的空间全部被文件站占用了，一个当办公室，一个当成他们的私人仓库，神父所有的爱心物资要从电梯。拉到三楼去，三楼现在已经变成像乱七八糟的仓库哈。神父非常可怜哈，非常可怜。
吴大师比比。哦，对对，好听。他姓吴叫大师啊，他妈妈叫啊不，他的老婆叫 BB 哎。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 ，BB 是洞口。好，再来介绍吴大师 BB。吴大师，我叫 BB。吴大师，真牛 BB。吴大师。那个文件站都把那边工作人员的椅子丢掉哈，那个后来呢？再拍，我拍文件站怎么了吗？拍，这个文件站后，把人家的椅子通通丢掉哦。坏掉的了，人家坐了会跌倒。那是给身心障碍人士做，不是给你做的。哦，那天主堂变成文件站的家了哈。那个文件站住给他，你住在这里，庙的房住给神父吗？行吗？你做什么？行吗？你做什么？你再拍。做什么？流氓啊！这文件站变成天主，那天主堂变成文件站的家了哦。天主堂变成文件站的家了哦，看到没有？变成阿美族的家了。有证照吗？你有那个？你有其他的证照吗？什么事情？对呀、啊，我是说天主堂虽然是大家信仰的地方，可是你为什么可以长期住在这里呢？而且住在为什么你这样住在那边很危险，知道吗？跟你什么关系？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，你要知道天主堂。这个地方是虽然包容 很多世界各国的人，可是我想要告诉你，你不要长期住在那个凉亭底下，很危险的、啊。万一哪一天你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是神力要负责的事情。那开放空间怎么了吗？不是开放空间来讲，你现在要讲什么？如果说你认为是开放空间，每个人都可以进那在这里居住，在这里放肆的话，我说实在话。你不要看神父那么好欺负，报警嘛！来，我们上法院，报警上法院嘛！他可以来，好了没有？我们承认，好了没有？不是还好了？有的没有？讲完了没有？你可以出去，没有关系。你可以离开啊！我当然随时都可以离开，我随时可以进来。对啊，就像你讲的、啊，跟你家、哦，跟你家、哦，不是我家你家的问题，对，是大家的家，那就合上你的嘴巴，要、oh, 下、okay. 合上你的嘴巴。你来当神母嘛，上天主教奇迹嘛，当神母啊，女教皇哦。我不跟你说话，我可以不跟你说话，因为我知道你的底线到哪里了。你真的是嚣张跋扈哎、欸！我就是嚣张跋扈而已，莫名其妙啊你。你在神父面前讲嘛，在修女面前讲嘛，私底下讲什么？挑衅几次了？什么昨天把他赶走？你敢公然妨害自由啊？公然恐吓了你！捐物资谢谢你，不要滥权了、啊。厨房好了就出来，不要在里面。那不是你家啊。你跑到厨房里面干嘛？在里面摸东摸西的，在干什么？你会讲人家？